大咪。喂喂喂，嗱，我啊今日戇居居唔記得帶咪，咁咧就我而家就拆咪。各位早晨，我相信咧大家咧就冇咁早噶啦，但系咧有一班朋友咧就好早，因為實不相瞞，其實我有幾樣嘢好中意嘅。除了星戰之外呢，我真的喜歡海洋堂的東西的。好了，那呢好了，現在這裡呢其實未開播的，你知道11點才開播，但是呢很多人已經回來了做事了。其實你知道我經常想又來了啦，我又來了啦，就是很辛苦的嘛。其實做參戰很辛苦的，未咩？未睡醒把聲其實是啦，少少啦，未開聲，其實睡醒了，來到會場還未睡醒，那麼多人在會場睡咩老曬。嗱，睇睇啦，嗱 ，Candy Shop 呢度，今日我第一次見識到，真係堅排隊噶。你其實我頭先落個樓下咧，條龍好長啊 ，Candy 條龍係最長啊，最長最長啊。咁咧，因為大會見人多咧，先放咗部分嘅排隊嘅朋友上嚟先。啊，咁當然啦，你見到係有啲即係唔同國籍嘅朋友，我諗我哋唔好咁諗先嚇，即係。咁我可以揾個 friend 嚟幫排，咁啊，我可揾我個工人姐姐排得啫，辛苦去翻工。但係咧，真係我想講嘅唔係排隊呢樣嘢，好多 fans 其實 Candy 據聞今年咧喺國內咧好勁啊啲銷量，咁同埋無論係台灣內地都好多 fans。咁咧今次係我哋見到好多台灣嘅朋友嚟嘅，其實都。即係唔好淨諗住有內地朋友，台灣好多朋友嚟咗，咁咧亦都有好多。喂，阿嘉嚟咗啦！嗱，今日咧我有啲特別安排同阿嘉講先。喂，今日咧我想安排有啲部分嘅節目咧由你去做主持嘅，一陣間先晚同你傾。咁係啦。我今日嚟揸機。冇，我因為你知道我唔係咁人嚟噶啦，我啲內部説話都聽埋啦。咁其實而家有堅排隊咧。是咪堅排隊啊？家係咪嗱？我咗已經國籍好似有啲特殊啊。哦，其實係嘅，但係我頭先啱啱先講嘅問題，其實唔好理，可能即係我可能我係翻工咧，我都要揾個即係揾個工人姐姐嚟排啦。哦，咁但係佢條龍係好勁好長嘅，咁其實尋晚的都影咗少少噶啦，咁咧所以即係我初初我真係唔係好信噶，即係我唔信你咁多嘅。是啊，我都不信嘅，唔親眼望都唔多啊，係啊，真係，原來係好勁，因為我即係據聞佢內地嗰個總銷售額咧 ，Candy 嘅 Molly 咧係好誇張啊！依度唔方便講啦，我都係聽內部消息聽，咁但係內部都可能唔準確嘅。但係頭先問 Candy， 即係嘅 staff 啊，佢哋其實今日開始都係。尋日開始都係咁排嘅，不過冇咁早安排上嚟，所以咧大家唔好誤會啊！我哋係因為大會佢驚排得太辛苦，所以預先放人上先。但係聽啲都唔會賣住嘅，因為出邊排入嚟㗎嘛呢啲。係啊，冇錯，喺出邊嗰個近油站嗰度排咗先。我聽聞啲人係天未光已經開始喺出邊。其實曾經有人話係瞓到兩晚。夜添埋喺出邊。係啊係啊，我初初唔信嘅，但係咧我睇佢啲樣啊，真係似。係係好殘啊！大家真係真係真係似咁，同埋我有啲朋友嚟咧，都有講佢即係有咯，因為我唔講詳情，總之係佢真係喺度堅排隊嘅。咁就同埋咧係堅多人嘅，我初初都唔信，即係我真係唔信啊！真係唔信。咁但係係堅多人咯，即係唔係唔信 Candy 嘅吸引力啊？係即係早幾年係冇咁多㗎。以前係即嗰有一段時間，其實冇咁多人玩膠嘅。突然之間，即係一翻嚟就而家好虛冚，全部人都。同埋 Candy 嗰啲又唔係好膠，即係佢其實你知 Molly 其實嚴格嚟講，係啦，係嚴格嚟講唔係膠嘅。咁但係咧，佢有啲膠嘅，但係見嗰啲太好似太空人嗰個咧。咁但係即係其實真係冇得恭喜佢啦，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厲害啊！即係其實已經聞到風㗎啦，不過真係估唔到，我又係內地先見到咁嘅情況。原來咧，香港都咁多人嘅。好啦，咁今日我同阿嘉一齊揸住，咁我哋都係唔影樣咁多啦，即係我哋可以一齊揸機，一齊兩邊旁述啦。晏晝試下揾阿 Jo 咧就中英文旁述啦。雖然我哋都講到英文嘅，你知，但係即係阿 Jo 啲英文就會靚少少嘅，咁但係就睇下點嚇，唔知我預告多啲嗱，我唔敢影咁耐，即係我哋行下圈先好唔好啊？我哋，因為我企咗搭住海洋堂嗰個。但係而家開場咪開十一點啫。其實未開場㗎，不過而家係嗱，其實大會安排都幾好嘅。
其實好㗎，大家唔使喺出面吹風扇，因為其實都幾慘㗎喺出面吹。係啊係啊，咁啊 George，Hello guys 啊，係啦，依個 George 係我哋啲好忠實嘅 fans 啦，影到 Ken 啊 ，Ken 呢個樣好嚴肅咁喺度 check 緊啊，我費問佢住啦，係啦，今日都同啲 fans 嗱我喺嗱。好佢好啦好啦，喂，点啊 Kenny， 讲落句得唔得？我拧翻好个麦，好，讲落句得点啊？系咪两日都系咁嘅听闻？好辛苦啊！你好似我其实想真心 fans 买到嘅。咁但係咧，大家又排隊，咁你要用一個方法，後面嘅買到，前面又覺得公平，後面又覺得你係對我好，你又唔會淨係俾前面，前面人覺得我都有份排嘅喎，冇理由我冇嘅啫，咁要諗一個兩全其美嘅方法。所以咧，我就諗緊啦。走咗去，好啦，咁我諗佢已經講啲真心嘢嘅啦。咁其實認真嘅，我有啲 Kenny 嘅朋友，即係 Kenny 嘅 fans 就係我朋友。都答我問到，我真係問到 Kenny， 我話喂得唔得一個啦 ？Sorry， 撈啊！你見我哋都答曬膊頭，都係唔得。咁所以真係 Kenny 嘅 fans 或者唔係即係同佢冇特別好熟咁樣啦，即係排緊隊一啲，即係好公道啦，好公道啦。咁當然頭先佢講嗰啲就代表曬㗎啦，我唔答多嘴啦。咁啊就咁啊一個人頭一個啦。咁睇下佢做，睇佢努力安排㗎啦。咁咧，喂，咁我哋，我哋行下先啦。我知道 PlayStation 都係勁多人。其實咧，我條線我可以撳嘅，係啦。喂，你，我想俾阿嘉出多啲鏡喎，因為阿嘉有收視。嗱，阿嘉同我哋睇 PlayStation 好冇？你行前面，我揸機。係啊。你仲好過我，起碼好過我先啦，係冇我先，係咪？嗱，我哋因為 PlayStation 條隊都好勁抽嘅，嚟啊，轉手。好啦，咁你啊，好啦 ，PlayStation， 佢而家啲人系排 PlayStation 系排咩啊？排买机。买机嘅，头先我记得我两个都问我哋系咪？因为我记得咧，我前年啊上年咧，我朋友走嚟排买 VR 咧，系由前日啊早两日嘅凌晨开始排，即系佢甚至乎扎埋营入到嚟，佢成个人变咗样，系瘦咗落咗营噶。所以其实，但系佢系真系好平嘅，因为佢嗰阵时 VR 系唔知限。好像是會場不知行200套，是啊，價錢便宜，連曬全套齊，PS4 Pro， 跟住之後連埋所有嘢都3000幾啫嘛，仲有燈送啊，又有成，所以其實每年 Sony 咧搞展都好正。原來 Unbox 都好勁喎，嗱，都係已經有一紮嘅，我喺度有，唔係一個朋友喺度夾緊啦，咁我哋去 PC 人先啦，繼續。好啊。應該係咪就？但其實都係放咗啲人上嚟先嘅。啊！不過咁早，係喎，而家仲早咗。其實未正式開嘅，但係嗱，你得係上面啦，上面啦，嗱，應該影上面先。仲諗住可以見到一下嗰啲。嗱，呢啲有好多，呢啲應該係入咗嚟排咗隊㗎啦，即係可以俾大家歇歇啦。啱嘅，我覺得排曬出嚟。咩炒？炒加代價排隊。唔係，但係佢係揾人排啊嘛，好多都係啊，咁好正常啫，嗬。係都啱嘅，都啱嘅。咁啊，即係有排隊咪好咯，打尖打交咪仲死。哦，係喎 ，Monhun 限定 PS4 Pro 喎，唔知幾錢咧，我都想買，不過我即係冇嗰個能力排隊啊，真係好辛苦。我覺得買到嘅人都好值得嘅。係啊。咁嗱，而家我哋雖然早咧已經有幾廿萬人睇緊啦，都算多㗎。啲時間咁晨早流流咧，都幾多。老友睇緊啦已經，大家起身及定資料嘛，轉頭晏晝就過嚟啦嘛，睇定。咁我見到 Sony 啲高層都喺度，不過唔影響佢住啦。啊，我啱問一問呢個副總嚟。我諗今年 Sony 即係 PlayStation 主要都主打 Monhun， 因為我都等咗好耐㗎啦。其實由年中上年年中出 Switch 嗰只 Monhun 嗰陣時咧，我已經一路等緊嘅，即係其實係玩住過渡住等住呢個 Monster Hunter World。咁佢今年呢個亦都直頭搞咗個係，即係 Monhun 大家都成日都好記得個燒肉嗰個就係佢擺咗成個燒肉。見多人啊！依度下面嗱呢啲，喂，職員玩緊喎。嗱，職員玩緊。哦，司機啫，但係地下嗰啲 fans 已經到咗啦。哦，我已經開始入嚟。哦，咁好啊！佢預先安排即係有啲早嚟嘅人已經買緊㗎啦。哦，你話阿鳳屏山話咩啊？
多謝 TV 直播，唔係㗎，唔係你都要嚟，唔使去，你都要嚟㗎，我罰你嚟啊！你咁多嘢講，罰你。我啲人就係嚟買呢部啊嘛 ，Monhun 嘅限定 PS4 部。咦，係啦，都係要揾你啦，要揾你啦。就係呢部啊？係啊，我諗佢應該係一個 package 有埋其他，即係好多好多其他 souvenir 嗰啲。不過真係真係要好努力排隊咯。我諗佢係咪一日可能限定100-200部咁樣嘅？之前哦，佢嗰度有個牌。哦，每日限50部啊！50部咋？50部。我哋唔影我咁正啦，因為大家排得咁辛苦，好似好衰咁啊！我都好想玩啊！佢個畫面質素同以前爭咗好遠，因為真係好靚。我諗佢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 4K 啦，可以行。不過屋企部電視冇啊，我都想買。我唔明點解佢啲 star 要打一陣先嘅，點解咧？哦，可能佢試機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彈 game 啊成，因為其實佢嘅 game 咧，早排佢開咗個 beta 俾人哋玩咗3日嘅，咁可能佢嚟到呢度佢就係另一個版本，即係可能預售，咁佢或者試一試有冇問題。哇，好認真喎，即係 Sony 嚟講都係啊，即係大公司有啲嘢嘅。我見到佢幾好啊，佢咧喺嗰啲台隔離咧，佢放咗盒嗰啲濕紙巾啊，即可能有啲人有啲潔癖或者係驚污糟嗰啲，可以攞濕紙巾抹抹個手掣。我一定會。你唔知道上一手摸過咩㗎嘛？你真係立㗎有時啲嘢，你喺圖書館嗰啲貓屎咧，都係研究過仲污糟過廁所板㗎嘛。所以其實佢幾温馨，即係好多嘢都諗得好周到。我哋轉呢邊啦，我哋轉呢邊啦，因為呢只入邊。有第二啲 game 係嘛？賽車 game 又係都係試緊 game 喎，全部都。哇！呢個 GT6 係咪應該係？好專業喎！我見佢嗰啲衫都好似賽車手。我見咧，我朋友屋企咧，即係除咗前面一個大 screen， 左右側都做埋兩個 screen 可以睇埋一隻。咦！你有啲土豪朋友喎、啊？有啊，真係好土豪噶！嗰張咁嘅凳都2-3千走唔甩嘅，即係連埋所有嘢嗰啲。今天找家訪問一個我們是來自挪威的 designer， OK 不 OK 呢？其實我和你都跟他差不多都是不熟的了、不過我們即可以一會兒跟你慢慢談，即或者找家訪問一下，我想有些化學作用的，應該這集變槍 game GT Sport 哪集變槍 game 哪集哇，他又有出了一個新版的太古達人，係嘛？我以前咧 bling bling 喺度拍。以前細個咧最中意就係去機鋪，就係同啲女仔一齊打太古達人。即係而家機鋪已經式微咗啦，咁變咗而家就啲人咧就你記得買埋套鼓，就帶啲女仔翻屋企打。阿嘉好嗱，你揸住部機影住啲，我想問一問阿Sony 一個高層咧，佢方便唔方便接受？哦，好啊，好啊。你睇住你影住先。哦，2-3K 好合理，但我又覺得有啲貴咯，同埋其實最主要係地方所限。咦，佢仲有呢個 Final Fantasy 新嗰只 game， 我唔知道出咗未咧。我之前喺 PSP 嗰度玩過啫。佢連之前 Zero 嗰只男主角都有。咁就都係 Sony 嘅朋友喺度試緊腳太古啦。咁同埋我唔知呢個係咩位置，佢係咪佢有套電影定係 game 咧？因為我昨天見到一大班人坐在這個位置咧，係冇彈機嘅，齋睇片嘅。好，其他嗱，我哋繼續望啦。阿仔阿嘉講緊乜嘢啊？你講啦，我打機我唔識唔識噶。冇，因為我昨天咧見到有班人喺度坐在這個位置，我唔知啲係咪新 game Detroit 啊？咁佢就一班人係坐喺呢度，好似睇戲咁樣樣嘅，即係佢哋唔係打緊機嘅。咁我諗其實可能係有次之前咧，其實 Sony 好興有啲 game 啊，類似 Heavy Rain 啊嗰啲咧，你好多時喺個 game 入邊咧，你就主要淨係去揀咯，即係可能 Until Dawn 啊、Heavy Rain 嗰啲就係你喺跟住配合住個劇情，淨係揀你自己做啲乜嘢咁樣樣。我諗呢個係類似咁嘅遊戲，其實呢啲好受歡迎嘅，因為好似。你玩完20-30个钟嘅遊戲，你就好似睇一套電影咁樣，甚至乎你好似身歷其境咁樣。所以我好中意玩呢類 game。係啦，睇多次。嗱，咁我哋頭先咧問咗啦，我哋咧一間會訪問 Sony 香港區嘅高層啦嚇。咁咧佢睇下有咩講講先啊。喂，哦，早晨啊，我哋嚟到啦。OK 好。咁咧，我想問啊，咁我哋。記者會見過㗎啦，咁咧係啦，係啊，咁想問一下咧，其實好多人喺出面排隊喎，你有冇
啊，點稱呼先啊？我叫 Jacqueline 啊，大家。係 Jacqueline 啦，係 PlayStation 啦，我知啊，所以要等大家所有觀眾都知道係 Jacqueline 啦。咁 Jacqueline 好人，佢都一早翻啦工啦。咁但係 Jacqueline， 你有咩同啲 fans 講啊？咁首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一路以嚟我哋有大 show， 佢哋都好支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都為咗感謝翻，我哋都特別喺每一個 show 都推出一啲限量嘅優惠咯。咁好似係個頭先阿嘉都講到 VR 好平係咪三唔知幾多錢連曬、啊？我哋今次特別喺呢度就第一次有個震撼價咧，1988蚊買到呢個 VR 可以買到 VR 啦。咁 VR 嚟緊都出咗好多新 game 㗎，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適合嘅時間去買嚟玩咯。咁同埋加上聖誕節更加適合咯。會唔會仲有因為咁多 fans 排緊隊？有噶，我哋會有足夠貨量，等大家都可以買到咯。哦，即係唔會限咗好少，即係都盡量滿足啲人。都盡量希望大家都開心啦，聖誕節嘛。係除咗 VR 之後，有冇其他推介？不過我諗你，我唔清楚，即係其實大家都清楚有咩推介。咁除咗 VR 之外，仲有好多 PS4 game 啦，包括我哋今次特別留咗一啲限量版嘅 PS4 嘅，咁有呢、這個PS4 嘅 Star Wars Battlefront 2嘅特別版主機啦。咁我哋都有啲特別好靚嘅贈品送翻俾佢大家嘅，包括有好靚嘅 speaker 啦，都係 Star Wars 用主題嘅，咁大家都會中意啦。咁另外 Monster Hunter 都係我哋今年嘅主題啦，每日我哋會有預留50部俾大家預訂嘅，咁今日買唔到，聽日都會可以有咯。即係仲有星期日，咁啊就係頭先我哋講係 Monster 部機咧好幹嘅，特別色嘅喎。係啊，今次係特別為但首次用一個即係 Monster 主題做呢個 PS4 主機啦。咁大家相信 Monster 迷，大家都會好期待呢樣嘢咯。咁嗱，我打下嘴先。阿 Jackie 其實咧，今日我知道真係出面排到係好勁，但我又唔想嚇到大家又唔好嚟。但係即係頭先阿 Jackie 都講咗啦，其實有啲機咧都會有充足嘅貨量，就係 VR 嗰啲啦，係咪？即係 Monster 就有限量啦。咁所以大家咧唔使擔心，即管嚟一嚟會場睇睇。咁啊，可能有啲時間會冇咁多人嘅，但係當然我知道啲 fans 應該出面我就係真係想睇過，我就唔影啦，因為佢哋好慘啊，排咗可能好耐咧，好攰啲，我唔想影到佢哋啲嗰啲樣啊。所以但係就。你仲有冇呼籲啲未嚟嗰啲朋友，你會點樣有啲咩提議？其實大家都可以唔使咁擔心嘅，因為以琴日嘅經驗嚟講，大會同我哋做個分流都做得好好嘅。咁喺晏晝時段嘅時候都有可以比較容易啲買到大家心頭好買聖誕禮物翻去咯。好啊，真係唔該啊 ，Jacqueline， 咁你都好辛苦，我見你咁早嚟咗。唔好咁講，大家開心，聖誕快樂嘛。係啦，好。頭先我見你個同事好好喎，我哋上嚟嗰陣咧，佢問我你哋係咪排 PlayStation 嘅喎？我就係呢位啊，佢好關心我哋。我以為咁靚女點解去排 PlayStation 又咁精神嘅做？我排公司原來唔係嚟 staff 嚟嘅。我哋大家都係咁開心嘅。好。咁啊，唔該曬 Jacqueline， 希望你哋今年又即係呢個 Toy Show 裏邊嘅生意都唔錯啦。好，多謝曬。好，拜拜。好，咁我哋繼續行一行先啦。好，哇，我哋仲有冇嘢？我咁可以行完曬未？其實大概都睇過啦，唯一係爭 VR 未睇咯。唔知今年有冇啲咩新嘅 VR game？ 緊鏡大頭啊，而家係咩？嗱，影翻啊，加先。嗰邊 VR。OK， 咁去你行先，其實我之前好早已經想買 VR， 但係咧，我就感覺上除咗嗰隻。一來我覺得好貴啦，二來就係之前咧，除咗嗰隻虛擬旅遊好嘅之外咧，其實其他 game 都未算好吸引嘅。如果你攞嚟玩恐怖 game、玩巴哈薩啲，又覺得好勁。哦，佢而家有 Skyrim， 有隻 Justice League 嘅 VR， 唔知玩咩咧。跟住仲有隻係 GT 喎，哦，賽車 game VR 都正嘅喎。咁你又唔使特登買個大電視，你又可以睇埋側邊、睇埋後邊，哇，咁好正喎。哦，咁咧佢主打今年都係呢幾隻。其實都最重要的都是個價錢1988，真的很便宜，是嗎？是啊。咦，剛才我們訪問會不會有好處呢？即是打人情的問題，我們經常問這些東西。不過 Sony 就大概是這麼多行，不過即其實大家去到 Sony 都最主要都是為了買東西而已，因為 PS4 其實我想大家都必備在家裡的，即只是爭在它出什麼 game， 你何時坐定定在家裡玩。不過 Monhun 我想接下來它一出貨，大家都有牌不用出街。咦，佢啲 staff 試完機咯喎，喺度伸曬懶腰，即係稱呼，啱啱係差唔多十一點啦，就想入去試下機。係嘛？應該可以嘅，如果你真係想試，影住你打機咯，睇下會唔會好似打達哥咁打到出神入化咧，即係打到咧啲死位都 kick 咗喺度啊！嗱，我哋影下第二啲啦。嗱 ，PlayStation 要打行咗 round 啦。第二日，因為其實我相信第二日係重點嚟嘅，因為第一日好時我朋友翻唔到，即係請唔到隔離啦。咁第二日咧星期六就堅要乜都好啦，攞半日假好點啊，要嚟啦。咁啊，即係除咗買限量買一啲咧，其他就唔使太擔心嘅，因為我相信人流唔會多到咁嚴重。但係嗰班 fans 入咗嚟咧，都塞
都幾多人㗎啦。咁但係我哋即本喺度睇住先，我哋唔使驚嘅。嗱呢度 unbox 啦，其實 unbox 可能有啲VIP 入咗嚟先嘅，或者係排住隊嗰啲咧入咗嚟先嘅，所以其實今年咧膠真係哇，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昇華到個地步啦，就係即係當當都幾多人睇。其實我之前咧我啊唔係好玩膠嘅，但係近排即係可能呢兩年咧喺即係香港個 market 即開始做得好啲啦。其實比喺個分圖之下咧，你就會突然之間開始有啲想買，因為其實佢有部分膠個設計即有啲好得意啦。咁另外之餘咧，就有啲係你好有嗰份藝術味喺入邊嘅。更外乎就其實咧，佢好多膠嗰個上色嗰個層次啊質素咧，其實佢真係佢冇辦法量產都好多俾你，所以有時其實玩膠你玩上色都玩得好開心。啱啱我哋就望到台灣怪獸閣咧，我叫老總啦，黃先生。在这里啊，所以要转转普通话。对，很多朋友排队啊。各位粉丝大家好，你们彻夜排队很辛苦，希望你们今天都能买到你们想要的玩具，见到你们心目中的 artist， 谢谢。黄雪玲，你觉得香港的 fans 跟台湾的 fans 是不是同样的热情呢？同样的热情，可是多了好多不同国家人，你们更有异国风味。对，因为香港那些很多不同国籍的朋友在这里。对啊，对，不是说只有像台湾啊、香港这样子，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而且大家都很辛苦。反正排队是一件公平的事，跟抽签一样。对对 对, 对，那么开不开心啊？那么多人排队。很开心，只是我们觉得好像带的东西太少了。以后希望我们能够在量上准备多一点，这么支持我们的作品，谢谢。可以在台湾安排专机派这个大的货柜放所有东西回来。不行了，可能入不了海关哦。对，不过玩具还是这样子，还是要有一个限量还是比较好，因为当它泛滥的时候，有的人他就不收了。那我个人还好，像 Star Wars 的白冰也超过百个，我还是很喜欢。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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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谢谢。今天的王先生，你有没有什么介绍给我们的香港的朋友？可以啊。我们马上要开始了，所以我简单做一个介绍哦。我们看到，等一下、慢慢，没关系。我们看到这个 Schoolboy， 这个是因为龙家生老师设计，那我们也是多年的交情。那因为这个阿 boy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可是我就拜托 How to 跟龙家生，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有个计划，我希望在冬天能，因为他出过的是有夏天的海外版嘛，还有一些普通版。那这个是为 Monster Taipei 精心设计的一个英国那个学生 for schoolboy 的版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结果反应很好，昨天的量全部都卖完。那这个也只有我们的 exclusive， 也谢谢 How to Work 这么精心制作。那其他的你看到了，有我们那个 16M 跟我们 Monster Taipei 合作的那个水果冰棒，我把我童年的好分你啊放进去，那这有我童年的回忆。对对对，冰棒是香港设计的，可是这个概念放糖果。妈条，妈条，好哎，那很有趣。那这个就是大家目前很支持的，是我把 Instinct Toy 大久保老师设计的那个 Liquid， 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茉莉角色，跟他们沟通，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一拍即合，这我们三方去合作这个案子。那目前呢，其实在世界各国才短短半年，都很受到很大的回响。那我们很难很公平把量都放在香港，所以我们会配合不同的捷径，有 Halloween 有 Christmas， 在不同的展览都会有一定的量释出。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些粉丝也能继续支持我们Toy Show， 也支持继续我们台北 Toy Festival， 谢谢。对对对，可以介绍一下明年的台湾的 TTF 是哪一个日子？这个广告好意思吗？没关系，我就是很多广告，你说王先生很英俊啊，都可以讲。好，谢谢。我们明年在十月，注意听啊，就是明年在一个良辰吉日，就是2017年的十月十八，2018的十月十八到十月二十一，所以这四天里面呢，其实刚好是也有周末。
那虽然它不是在双十节假期，但是很多消费者看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已经准备明年也能到台湾来。那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找日本的知名artist， 就是三椒鱼设计师跟 T9G Takuji， 然后一起来做这个海报。那我们是主题故事，我是很简单，我是想说现在是一个黄金的玩具年代，所以我是用一个 Golden Age 的来欢迎他，因为玩具走过很多风风雨雨，那终于我们开始迈入黄金时代。也希望不是只有台湾，不管香港、韩国、泰国，还有我们中国各地的玩具展很热闹，那整个世界都有玩具展。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toy man。好，好 ，OK。好，谢谢，谢谢，谢谢。真系好有份量嘅番薯话，我唔用好国语讲咧，惊搞到错咗意思。但系黄生应该识听少广东话，即系头先佢讲好有份量，同埋我见你啲台湾啲 fans 已经望住你咧，应该要开始啦。咁我唔阻你啦，多谢晒。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好，不好意思。你可以。可以影影佢，可以影影啊！嗱，因為係啦，而家嗱開始啦，因為頭先我哋就阻揾咗黃生傾偈咧，咪阻咗佢哋開始買嘢。咁而家咧第一批嘅朋友咧就去抽啦，攞咗個籌咧。咁啊嗱，我哋影埋上面，即係證明應該係非常之公平噶啦，即係嚇咁。而且很守秩序。對對對，係啦，好守秩序添咁樣係啦。咁其實啲 fans 都真係有啲喺台灣嚟㗎，頭先聽到應該係，因為同阿黃生打招呼啊，係啦。咁啊，即係都今年頭先阿黃生，我如果冇聽錯咧，佢話即係其實都可以去到一個今年或者呢兩年嘅地步咧，其實即係都用咗大家行業裏邊好多朋友好多辛苦嘅經營啦，設計師啊、公司啊、參展嘅即係主辦商啊、展覽會，即係阿黃生其實台北怪獸閣咧，其實佢哋主力都係喺台灣搞咗好多年嘅展覽噶啦，咁同即係亞洲玩具展咧都係好老友噶啦。好，咁我哋。走啦！我哋去第二度啦，我哋嗱咁啊可以啊咁影我哋個 booth 咧就相形見絕噶啦。嗱唔係我哋問題唔係啲牌子問題，唔係身份問題，咁係可能我哋嗰啲嗰啲即係今年呢一屆我哋其實就冇乜特別限量預定啊。不過尋日我知道你已經影咗一次嘅，咁可以譬如今日我悟空啦，係咪啊？呢個冇錯，係冇錯啦，呢、這個。系啦，暗影影啦。其实足球隔篱仲有啲嘢系新嘅，呢个足球阿家姐拎嚟系嘛？系啊。系啦，咁啊啲 Three Zero 啲 fans 又可以再嚟睇睇啦。Three A 应该啊，咁有好多嘅新嘢啦。咁隔篱咧就系呢个啦，巴西嘅公司啊，嚟自巴西嘅公司就系 An Studio 啦。An Studio 咧其实咧就我哋都好努力去先安排到佢哋嚟嘅，咁咧就。咁咧，其實係間巴西公司啦。咁其實佢哋主力就係一啲細比例嘅雕像，都有大比例嘅，1:6、1:4、1:6好似。咁其實比較多嘅咧就1:10嘅雕像。而家你影緊嗰度咧就1:10嘅雕像嚟嘅。咁咧就係啦，呢個就係諸神的黃昏啦。我哋香港叫啊，呢套戲就係雷神第三集嘅。咁就啱啱其實尋日早上嗰段時間未有，佢都好晏我先攞到過嚟，因為係喺即係我內地寄個版過嚟咧，咁有啲時間係啦。咁但係最後尾爭取到啦，因為你知道呢啲我哋係要迪士尼啊，或者係啲電影嘅授權商 approve 咗先可以擺嘅，係啦。咁我覺得都唔錯係嘛 ？OK 喎、哦，佢個樣子好似喎，其實呢、這個比例咧咁細，呢、這個近乎應該我諗1:9啊，1:10，1:10，其實佢雷神嗰個樣子好似喎，係嘛？影近啲啦。係啊，佢可唔可以放大㗎？可以嘅，係啦。其實咧就即係1:10，我覺得幾好玩嘅。即係如果就係初玩雕像，一來冇咁貴啦，冇咁大啦。其實我可以試試，因為你個價錢差唔多係1/10至1/6到啦。咁 OK 嘅，即係你我問我冇記得，大概600多到啦。即係如果個科雷神係啊 ，sorry， 500係嚇死我啊！800多啊係啊呢就可能大隻啲貴啲啦嚇咁啊。咁但係哭就900多啦，係啦。咁但係你諗翻起，如果你1:4嗰啲咧，係差唔多要6000-7000嗰啲，即係睇牌子啦。要啊，係咯。咁所以其實就即係計 budget 嚟或者係地方嚟講，就可以試試啦。你仲有冇新嘢啊你？我冇啦，琴日淨係拎足球。其實都影咗下噶啦 ，seven， 我哋唔影咁多啦，我哋影啲冇影噶啦，同埋可以介紹下啲限量嗰啲報告，喺 update 啲少少嗰陣佢嗰度。早到嗰啲今日就講咗噶啦，咁啊，悟空又有開訂啦，叫做嚇。咁、我哋影影呢度啦，影Dark Crown， 其實 Dark Crown 其實同埋飄飄根係大家知嘅，咁就真係好少量嘅預訂，咁就其實唔係我哋專登落擺咁少，而係
譬如講《飄飄間》先啦，呢一隻咧其實係日本版嚟，日本限量版嚟，咁就我哋淨係攞咗五個 quota 啫，咁已經冇兩隻噶啦。咁如果中意嘅朋友就嚟啦。咁會唔會再加唔知啊？但係仲答唔到我。但係如果你想穩陣，咪嚟訂咗先咯。嚇、啊，應該完咗展覽都唔會剩噶啦。咁另外而家影緊咧就阿 Dark Crown 啊，阿李寬嘅新系列啦。我、哦、真係好靚嗰啲嘢。其實係中意就係、是。嗰、那個心思好細密，尤其近乎佢啲設計咧係去到即係畫到類似竹谷龍之嗰個味道，即係佢嗰背嘅即係竹谷龍之嗰背嗰堆設計師嘅嗰個味道。佢係除咗外在之外咧，佢諗埋啲內在嘅嘢。更外乎佢買玩具之餘，佢諗埋個咁龐大嘅地台俾你。地台另外加錢嘅嘛？點話有冇？我就你頭先好似客人問我嘢，我都唔知㗎。應該係連嘅，即係以後你 Dark Crown 嘅慣例係連嘅。係咯，所以其實你會感覺到那個設計嗰個心思好重啊！嗰套武器好堅喎。係啊，好犀利。其實佢所有嘢都做得非常。嗰個上色金屬感非常之強。哇！喺佢嗰個係嘛？嗰、那個狼牙棒點樣出帽嘅咧？佢哋通常未必可以開帽嘅，佢哋可能倒件嘅，係啊。不過倒件咁講啦，即係以前嘅概念就倒件會容易爛，其實唔係嘅，有啲料係硬淨好多。同埋睇翻你嗰個物件啊，嗰、那個 pass 嗰個部件嗰個形態啦。如果你倒到好薄，好似衫咁，咁係容易爛啦嚇。咁、啊、但係咁、另外佢 display 都 display 得幾好喎。佢係兩隻同一隻款嚟噶嘛？應該係咯。佢擺咗一隻係著齊咗裝備，一隻係冇。爆咗件咁樣咁啊，同以往一樣啦，就阿地寬自己親自來擺嘅，佢唔俾人鬥佢嘢嘅，係啊，佢連個位置咧，本來我咪擺呢度，佢都好堅持咁要擺到呢個位。咁依家加緊呢只咧就好得意啊，就係河童，咁咧得三，好似得三隻嚇，係咁已經賣咗兩隻噶啦。咁現貨賣三隻，係啊，佢啲我諗我懷疑佢手做，全部係即係你就當係 IP 啦，你就同我哋一買緊啲浪膠又係用手做手油，所以其實你睇到其實好精細，所以其實有啲識貨嗰啲咧昨天一早就有兩個朋友仔已經買了兩隻了，好靚啊！不過印象中其實是不便宜的嘛，是二三千嘅嘢。呢、這個而家佢唔使啊，而家係900元咋？900元，哦，何同900元？哦，講緊呢個就係啦，要啦，哇！依唔係喎，係喎，係喎，接近係，如果 VIP 價就2900幾啦。咁不過你睇到嘅，睇到那個份量嘅，佢個質素係值得你俾呢個價錢嘅，不過就。看看大家愿不愿意俾咁多钱去买玩具？系啊，我谂而家玩玩具真系去到个地步咧，就真系中意咯。即系有啲位系我有俾个 list 出嚟叫，即系我哋唔会求好大嘅量嘅，因为如果求大量嗰啲真系 toys 咯，呢啲 collectible 嚟。其实已经越嚟越系艺术品向噶啦。系啊系。现代嘅玩具系好艺术品，即系你唔系话我有钱就买到，又或者系佢个量根本就少到系你根本上。好難買咯，係啊！你見朗膠就知啦，其實朗膠全部都係玩少量嘅嚇。我哋行多一陣，我哋可能停一停啦，因為嗱，預告一下先，今日我安排咗幾個特別節目嘅嗱，其中一個咧，我影一個牌子咧，嗱 ，Kiss Concept 嗱，咁咧佢哋未翻嚟，但係咧我哋一間咧會有個專訪咧，就揾阿德哥同埋阿 Walker 兩個超時擁要賽嘅超級 fans 咧，我哋唔係就咁影嘅，我哋咧。會點咧？哇！啲 friend 跑入嚟就死啊！好驚。係啦，我哋就會點咧？我哋咧就會希望啊，佢攞到隻堅嘅 prototype 出嚟，我哋仔細咁去研究一下、評價一下。嗱，佢都收起咗而家。偷睇下佢而家櫃有啲咩？係啦。哦，有㗎。係呢個啊？可能係呢個啦，係啦。同埋有隻飛機形態嘅，咁、可能佢專登擺埋，因為依個出邊呢個櫃咧比較牙煙，咁所以就擺咗安全啲嘅櫃。好啦。佢係由之前 Q 版開始轉翻做去一啲。即係等身比例嘅咯，冇錯啦。咁呢啲係佢嘅，即係 Q 版出咗街嘅啦。咁就最近佢哋都做得好相宜啲價嘅，係啊。咁我據聞有按比例嗰啲都唔係好貴喎。啊，一間先要問佢哋 Kiss Concept 嘅代表啦嚇。好，咁我哋就安排咗一啲挪威嚟嘅 designer 啦。咁啊，睇下阿嘉肯唔肯同訪問個好型嘅挪威女設計師。哦，啊，彩色頭髮嗰位。係啦，冇錯啦，佢係我希望冇讀錯名，叫 Ramji 貓啊，又 sorry 又唔記得咗啦。我尋晚做功課噶啦嚇，就係 ID Production 嗰度。而家其實我行緊，哇，就喺呢度啦。嗱，呢度呢一嗱呢一檔咧係特別啲嘅，佢係好多外國 artist， 有日本，有本地。有挪威，有尋日我哋揾嗰個 Candy Bolton 啦，嗱佢呢扎咧就係嗱呢扎 fans 你見到咧，嗱就真係玩得好專噶啦，呢班 fans 啊，因為佢哋係真係啲膠
真係邪交㗎。其實我自己都想要 Kenny Bolton 嗰只，嗰只，但係真係太貴啊個價錢。其實佢好多色嘅，但嗰只原來咧冇上色係好靚嘅喎。啊，係啊。即係上咗都 OK 啊，不過係睇下大家口味啊。我意思即係唔係上咗咁靚，即係你睇到佢真正個雕刻係好 detail， 係即係攞上嗱，你見到嗱呢個 fans 係咁衝，係咁衝，係咁衝啦。我印象中佢係新派啲嘅，佢係攞 ZBrush 嚟雕嘅，咁雕完之後 output 出嚟嘅。係啊。係啦，嗱呢啲。呢班 fans 真係玩得好堅㗎啦！即係我哋買啲真係，我覺得佢即係個口味咧都係唔係刁轉啦，係佢真係識玩咯，我自己覺得。其實邪交都幾學士嘅，以我所知。係啊，其實你見到大家可能邪交就好少人擺喺台面去玩嘅，即係大家會小眾啲去一啲比較特別啲嘅聚會去玩嘅。即係喺呢類型嘅展覽入邊咁，即係佢你好明顯見到佢有一派係非常之即係正式邪交嗰個類型，咁所以。在呢度會見到就比較少有咯，所以今天都好多人都好多啊！呢扎邪教真係邪教，因為佢全部都係我昨晚我做咗功課啦，好多係好真係好怪獸嗰啲啦嚇，有啲血腥恐怖嗰啲。不過但係玩邪教朋友唔會咩啦。咁啊，負責人喺度，我影緊啦，一間你得閒先嚇。好啦，咁啊啱啱行過嗱，又係見到好多唔同嘅 fans， 哇！佢有簽名可能。呢個係阿 Heidi。是嗎 Heidi 是啦，冇錯，來自日本的 Heidi 啦，是啦，其實想第一找他做訪問，但即是你找他我找他，你等我等我，我們就沒有正式去結果做到，希望今天安排到啦。咦，好虛撼喔、哦、拍緊醜，哇，好在阿家夠高，隻手伸得幾高，是啦，好啦，哇，咁佢哋而家研究緊，嗱呢條龍咧就冇咁多外籍朋友嘅，啊係咧，所以我就喺度猛講，其實呢班友朋友真係識玩咯，即係識玩嗰啲朋友咯嚇、啊，你唔好即係我都唔講炒呢次，即係我覺得同一 group 嘅都係收藏家啦嚇、啊，你其實收藏品你冇 after market price， 即係或者叫二手價，其實就點叫收藏品咧？啱噶，啱。你屋企我個掃把，我冇收。玩具係好得意嘅，即係覺得佢有價值，你先會想要儲。即係類似其實你同玩古董啊嗰啲人，佢冇價值，其實你唔會想要。你未必係正式欣賞緊嗰個嘢，但係佢你欣賞佢含有嗰個價值咯，即係其實佢嗰個內在啫嘛。咁所以係嘅 ，OK 嘅，即係明白。係啊，所以我哋即係冇話你行量先，唔係得罪啲。我哋會得罪人，唔係嘅。其實有時啲見啲 fans 之間咧，有啲就八角啊，有啲就儲好商品啦、啊。呢條隊排到嚟呢度。哦，係咯，咁樣 Q 起咗，有啲就拆開嚟玩啦，有啲就會賣嘅，有啲點都唔會賣嘅。咁其實我覺得大家唔好話大家，其實大家都係 collector， 即係總之我想俾個定義，大家就係、是。collectible 一定有 aftermarket price， 即係有一個叫做二手價，即係市場後市場價。如果冇嘅話咧，你好難評定佢一個成為一個 collectible 嘅，係咪？即係我屋企有條著到梅曬底褲，咁我 collectible 你信唔信啦？你冇人買啊嘛，咁就唔係 collectible 啦。誒，好嘢，大家睇下。好。有旗袍嘅少女㗎、哦，啊，大家似一個係觀光，呢、啊這個係微影阿家，係咪？哎呀，陳某，影下啫。我哋係有揾過，係啊，諗住咧。找下佢咁樣㗎，係啊，因為咧係啦，真係我都覺得呢個妹妹係個樣幾有古典味。哦，琴日唔係呢位係嘛？有兩個，呢、這個其中一位嚇，阿的同我都留意到呢位妹妹。哦，係啦，咁你而家阿 Tiny 老細喺度啦。嗱，咁咧嚇 Tiny 嘅 fans 唔使擔心啊，聽聞今年佢哋用咗個6部收音機。哇！聽啲好犀利呢間公司，所以今每一年越做越大嘅喎。係啊，咁今日咧，尋日就唔使點排隊㗎。你見佢冇乜龍咧，你冇話冇人買啊。我其實問個老細咧，個佢哋嘅營業額咧，其實同以往係不相伯仲，甚至乎應該有增長喎。好高，我都唔方便去講啦，因為稅務局啊，或者唔知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咩啦。咁但係老細喺度啦，阿 Steve 喺度啦。我很喜歡 Tiny 咧，佢哋擺展覽咧，會做很多很多好多好多啲新嘅嘢擺喺度啊！即係你每次見到哇，係有一個很大嘅場景，全部都是全新揼出嚟嘅。即係當然有啲部分是以前見過啦，但係佢越做越巨型咯。哦，咁啊呢個我都同認同嘅，因為你要有一個好嘅組合咧，會引起大家即係收藏啊、儲啊，即係一路 keep 啊嘅。
嘅慾念啦嚇，即係個嘅愛好啦。如果唔係咧，你點去？即係冇咗嗰個我哋嗰個叫延續性啊！正到咧，你攞個鏡頭拍喺嗰度，好似真係攞嗰啲叫咩啊？攞嗰啲飛機咧喺上面飛住嚟拍咁樣。航拍機係啊係啊！咦，幾多早都 like 喎，好多 like。好正啊！嗱咁影咗鏡頭係靚啲嘅，咁當然佢呢扎嘅流魚咧，佢係做咗加工後化嘅，舊化加工嘅後期加工。OK， 咁咧就。貨咧，跟住問下 Steve 先知道係有冇咁 detail 啦。不過我知道第二批嗰啲屋仔咧係加咗塗裝嘅效果多啲嘅，係啦。哇！呢個攞機拍真係摸得頂呢套嘢。其實今次我哋做 Toy Show， 我哋都好盡力啊！嗱，尋日我哋一早又做咗一陣啊，我睇翻咧好多段嘅啦已經，咁亦都好笑。有一段你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夜晚我哋行 band 帶咧，咁咧我哋有幾個瘋狂嘅大叔喺度跳舞嘅，咁我就話個 waiting 可能係高嘅，咁啊我覺得係非常正，因為好開心嘅跳得，咁啊，咁大家如果想留意 Walker 嘅舞姿同德哥嘅舞姿咧，咁咧就睇喺條片啦。咁阿嘉就唔，我谂唔会噶啦。嘉呢啲后生仔佢比较坚固型象。跳舞唔识啊嘛，有睇嗰个叫咩？有睇银河守护队二都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会跳舞，一种唔会跳舞嘅。我就唔会跳舞。你唔会跳舞都好掂噶啦，已经。诶、已经而家有人玩 VR 系嘛？佢好好，佢 VR 咧，即系除咗啲人带住玩紧嘅时候咧。你可以在上面看到他們在玩什麼東西，其實這個畫面也挺好笑的， 你拍那些人呢帶著東西在玩，但他射著我們的方向，是啊，沒錯，很好，哇，大家都很好，不阻住人，是啦，這就讚一讚香港朋友啦。我係喺內地，嗱，內地朋友而家禮貌嗰啲好好嘅都係，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唔會避嘅喎。就調翻轉香港嘅朋友就可能調翻轉內斂怕醜，因為曾經有啲外國嘅觀眾講咧，佢話：我哋真係喺街頭訪問咧，好多都遠距，佢又唔係好衰咁樣推咗嚟，係好遠距。咁你話香港朋友原來好怕醜，我都有啲同意。哦，呢係 Sony 今個月送嘅免費機。其實 Sony 即係佢 PlayStation 咧，佢個 brand 做得幾好喎。你 join 佢個 PSN 咧，其實佢每個月都會送啲免費嘅 game 俾你嘅，而且有時。送的 game 係都仲要幾正㗎，即係係有啲大作。早兩個月先送嘅 Metal Gear 5啫嘛，係其實係你可能你 join 嘅 member 係兩百幾蚊，係兩百幾蚊，但係係絕對值嘅。咁然後今年仲有呢個安達與巨像嘅 remaster 版啊，即係重新做，因為安達與巨像即係之前咧但佢再出過一隻 game 就叫食人巨嬰啦。咁食人巨嬰就係同安達巨像係同一間公司做，咁其實佢世界軸係差唔多。咁然後佢係以另一個世界觀，但係去到食人巨嬰嗰邊咧就少啲戰鬥嘅，咁主要係即係培養同個嬰嗰個感情同控制嘅。咁但係安達與巨像就比較多戰鬥嘅，咁其實玩落嚟係兩種味道咯。但係兩個故事都好正嘅，即係我個人咧，其實我之前買 PS4 啦，我好遲先買嘅，但我買個原因其實就因為玩食人巨嬰，但係玩完之後係覺得個故事真係冇得頂，係好淒美嘅。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呢間公司做嘅 game 我都非常之中意。咁啊，仲有《真三國無雙八》啦，咁啊，《人中之龍極二》啦，咁可能大家都有睇阿達哥玩嘅，我都有睇，因為我成日都睇。好啦，咁咧，我哋嗱，我諗啊，呢一段咧都差唔多成粒鐘啦，又咁，我哋都停一停啦，因為大家都攰啊，可能要嚇刷牙洗面啊，食早餐啊，諸如此類。咁我哋都邀請你大家嚟啦，環境唔係太逼嘅，如果諗住純粹嚟逛逛咧，絕對係正嘅，因為唔會太逼。咁當然又亦都唔會冷清清喎。咁但係如果你嚟排限量版啊搶購嗰啲啦，咁就早啲到啦。咁啊就我哋唔影咁多啦，因為希望你都嚟啦。咁我哋間間咧啲節目晏晝咧，我哋會做一啲咧。不一樣的節目，即係咧，你哋會覺得，即係一方面你值得睇我哋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更加值得嚟 Toy Show 逛一逛嚇。咁當然我哋都係希望幫到手噶嘛，係咪？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其實係 keep 住嘅，由朝到晚嘅，我都跟住話俾七嚿抽，啲號召力好大。我自己咧都有上網去，佢咪有一個抽獎，跟住之後你上網俾評價去揀個佢中意嗰啲嘢。咁我都有份去留言去想要一隻嘅，因為真係好得意。
其實昨天我們都看到有一個artist 在等 LA Hands 即是 OG Snake 呢，因為他等了很久，如果你大家眼裡都看到他在這裡的，是一個女仔 artist， 不說了。一會下午我們都有很多這些另類的節目，即是跟我平時做的不同，因為難得個 show 呢，我自己很有信心，大家會覺得值得看的。啊，咁我哋嗱呢度係另外一扎膠啦，呢，這個我要呢，這個要之前要問一問啊，其實好出名喎 ，SFBI 係咪咧？好似係，因為集中咗好多唔同嘅 brand 翻嚟，即係佢可能做過新配色咁樣，因為有好多我之前都曾經見過其他地方有賣。係啊，我見尋日訪問 artist 咧，好多都有提到呢間公司嘅，啊，我真係唔識啊，我佢係代理咗好多唔同嘅日本 artist， 然後即係幫佢出產品啊，或者幫佢賣。有啲好影啊嘛，有個嗱嗰，那個大阪城啊，蟹，我哋叫佢蟹啊，蟹出即系嗰个恐龙咧，大阪城嗰条龙咧喺度。哦，呢啲就真系邪交咯。系啦，嗱，呢个佢系有嘅，呢个我都呢个因为比较易认啊，即系我唔好易认嘅呢个系咪？呢个好认，咁佢好多 version， 好多 crossover 咁样嘅。其实好中意而家啲胶嗰个咧，系佢啲上色咧，你见到好多嘢都系用飞枪嘅。其实飞枪咧喺正式你 mass production 入边咧系好虾人做嘅，所以我谂即系咁样，佢可能做呢啲咧。是只是揀一兩個師傅就即全部都俾嗰兩個師傅做曬嘅，即係唔會話分好多唔同工人，又或者係有啲工廠大媽好參差，係全部都係有質素嘅師傅去做，所以個佢個藝術味好重喎，嘅玩教。其實好多時分分鐘係 artist 自己去噴啊，哦係啊，仲會 artist 自己操刀。因為真係有啲係達唔到個境界嘅，唔係話嗰啲師傅唔夠技術咁簡單，而係我都唔知道你想你點係咪？我唔知想你點噴。係啊，咁所以有啲好多係我知道係好多自己噴，同埋好多係嗰啲 crossover 就喺呢度出現啦，就係話 artist 之間互相去 crossover， 但係咧其實佢用翻 original 嗰個 design 嘅嗰個朗膠係一樣嘅，咁唯有分別就係個油法咯。咁當然有時膠裏都有分別，但係膠裏就要喺廠度先做到，喺朗膠廠先做到。咁所以咧，通常佢哋係用一個油色嘅方法 crossover 嘅，以我理解嚇。咁如果再 crossover 埋個 structure 咧，就其實就非常。其實困難㗎啦，咁同埋嗰個成本又高咗好多，可能又會貴好多啦，係咯。咁所以一間我哋都要之後啦，睇下安唔安排到咧詳細啲嘅訪問啦嚇。呢度真係超多啊！真係好多啊！係啦，咁又見到啲手熟面喎，呢個又係啊，好多都係你會覺得佢見過嘅，或者係我諗就係佢集合咗好多唔同。係啊，應該係啦。好啦，咁我哋停喺呢度啦，因為我哋都差唔多時間啦。仲有記得我哋一間晏晝都要訪問飄飄根，我諗呢個飄飄根都幾適宜揾阿嘉幫手。OK， 咁我哋咧嚟到呢度先啦。咁啊，晏晝或者遲少再見嚇，記住中意嚟嘅都入嚟睇下，拜拜。